拍1925年的上海，在上海拍最好。在中国一提起来那个年代，好像印象最深的就是上海。上海是那时候故事发生的最多的地方。过去日本在上海占领的这个过去，是变成了我们在这里拍戏的时候的质感很重。在1920年代的时候，有很多欧美的文化都进到中国来，所以你会看到这部电影的服装啊、造型，包括场景的陈设，是走一些比较时尚路线。个基本通系要两位先，譬如个景啦，因为上海嘅自景师同我哋香港系好，因为上海始终有啲上海特色，个街道啊、字啊、招牌啊，譬如有好多车啊，街道嘅感觉。是要俾觀眾覺得哇，上海嗰時老上海，很多人都拍過，我們要給人家一個不一樣的老上海。是誰嘅馬啊？是誰嘅馬？劉偉強就哇，就好難搞。我說就是難搞，才找你。再說，八萬。對我哋1925年拍上海，係我哋要俾觀眾感覺哇，原來係咁 trendy。The world is small。一进去我们的那个卡萨布兰卡的舞厅里头，哇，如果从以前到现在我还没有看过一个这么漂亮的景，非常的漂亮。我们做这个景听说是一个文物快要拆了，他们把里面装修得很漂亮。虹口道场啦，基本上我们保持了日本的元素，因为它怎么样都是一个日本式的一个道场，但是呢，因为这个是在中国盖的一个道场，所以中间也会有一些中国建筑的元素在里面。其实题材上是非常非常沉重的，而且每个人都背着一个很沉重的包袱。这种爱国情绪吧，一直是观众看起来比较有激情的。而且尤其是在那个混乱的那个大时代，每个人心里边其实都有一份呐喊，把当时的那份激动能够传递给现在的观众，我觉得是一件挺爽的事儿。这部是一个轻松，干杯，却又严肃，开打，浪漫，却又凄美，大时代的英雄故事。